厝我随便给你。一支、一两支、一三支拢在，八支啦吼，唔免三百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，美女你可以买点啦，你听我叫我去做。支鸡腿、两支鸡腿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，来这三支烧菜，唔免三百，我两百而已啊。啊，要吃鸡腿吗？两百块。两百块，要吃鸡腿的无？好吃哦。个人妹妹一百块试吃，一百块试吃。尝鲜的，有人要来无？一百，来谢谢。来。哦，是你帮你收，感谢你无用。我这是八折。谢谢，感谢你，美女，谢谢你哦。哦，真的很好吃，这东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哦。一百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一百好了。谢谢。好来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收。啊，你十块刚好啊，二十的刚好啊。你回去玩刚好了。好啊，你个给票我分分嘞。好、哦，来。来，有人要吃手工葱抓饼吗？八包而已哦，八包了。这顿的煎蛋加火腿加培根加起司，凊彩你加八人加吃，手工的三百五百块啦，一百了，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。啊，小姐，一百，一百块要吃的不？一百块有人要吃的吗？手工葱抓饼真的好吃，真正做起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那无比我快看我这啦，赵三刚，一百块要来不？我吃。一百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一百，最后三个客人一百块，任务完哦，谢谢师傅。来收，算你先莫收票。来，你到今仔来无买到小鱼的，我搁画一箱啊无？大地啊，果仁来嘞，保证袂抽水，保证无透啦。回收全部拢果仁来嘞。爱食算你的人客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六百，新价钱，大地吹着抽水退钱，开五百，煞要食小鱼。来五百，我煞要食算你的五百，有人要食小鱼无？五百，大地哦。这一地算你五百，两地算你五百，三地算你五百，这四地你全部大地五百，煞要食小鱼。有人要吃鳕鱼的无？五百块，拢有啊！今仔新价钱，这地卖买过啊，大地过十年，一日两斤，五百了。来，上面吃鳕鱼五百块，来串你，地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全部拢好切，全部拢好切，全部搞。这地上面买袂到啊，这地要你来。五百还有人要吃鳕鱼的吗？五百个有要吃鳕鱼的无？拢有啊吗？都有人哦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小小家庭真可爱，你唔好买过我的串你，一定要帮我鉴定看卖。三百了，小家庭的。来三百块，上面吃小家庭的，有人要三百的无？这地块来，这地块来，三百块够要吃三百。来，够要小家庭的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够要吃无？三百。大哥来，大哥来，小哥。三百够要吃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够要吃，大哥你还有要什么东西吗？你手头还个三百？你搞我买，我你卖啊？哦，哎，你搞咩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是要给暗示讲你啊，买都停掉，拢停掉。三百了，我是要给暗示尔啦。三百，够要吃无？三百，拢有啊。阿你啊，多谢谢，感谢你。莫讲，莫讲，我随时给阿你退票。啊，阿妹，二十块呀，来分了都。来啊，再把你收二十诶，二十诶，二十分了就好吼，不要讲话，听我讲话。做梦一定要听我讲话，不要讲话，来。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来谢谢。今日后边蛤蟆敢够？我蛤蟆最好穿一半吼，啊卖足济人加钱的，新加钱的，只要买一半落啊，二十块落，唔免倒刷二十块。来坐。进来哦，二十块落。蛤蟆三十五块。蛤蟆没有落，二十块。二十块落。来。恁先物件拢卖够买啊，恁全部用恁的水先借我。嘴巴先借给我一下，你的嘴巴先借给我，为了不要开始用技巧，从后面。来，再来我给检查了。你那双三公分只套对未？我再来要腰带哦。来，试一下好吗？后边嘛拉红椒，后边嘛是蓝。你来后边无红椒，你再用泡，我不爱来下。你来要吃这多吃，这多吃。伊这个物件叫吼，迄个乌虫的梅啦，黑糖梅子，乌虫的梅。这全年哦，你卖这间工厂全部你搞全年，干了一包安尼世界多少啦？内底底十二地，八十九公，哦，八十九公。来，我来讲，讲吃了无？你吃吗？我来。你是要吃了吞了？我介绍还是我一只会当介绍啊？一只介绍啦，好无？恁哪敢，我哪介绍？三百五百拢免啦，这当然我来讲，一只就会当吃，卖拍电去头路啊，嘛免冰。你若要让你的囡仔食糖啊、食饼、食巧克力，我建议你食这三百五百，要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来，这堆拢我哩，来这堆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带出去管。来，两百上面吃梅子，两百块。过两面吃梅子，无两百块，这免考虑哦。来，两百上面吃梅子。来，后面梅仔无两百块。梅仔过两面吃无两百块。来，梅子还有人要吃吗？梅子两百块。以上拢有啊吼。
谢谢，感谢您，安尼我收起，可能做恁无去，无去就我收起。来五百。姐，你有啥物较好介绍的无？今日我来讲话，你甲揢迄落啦，你甲揢迄个五谷迄个啥物豆腐加起来啦。啊，你花椒嘛拢无花，你花椒无甲揢起来袂袂花香啊？你花椒人家上爱食花椒啊。啊，这我来讲就歹势吼。因为最近工厂公司较无闲，啊，所以伊嘛无时间人包。即摆炸完红的时候，连豆乳鸡无不豆啊，一包一公斤。这一包就是你那炸搞买四包的量。你那炸买一包五十个，一包250个，一包就是四包的量。哦，无时间包，啊，你买规个规包当个了啊。这豆乳鸡，我先甲你报告，规包拢无骨头，破胖的，300-500买，一个人买一包，一瓶三个拢无啊，200了。来200块豆乳鸡，来个买只豆乳鸡，无200块，来多少收的？200块，好。这包老妹鬼拢知影啦，吼，豆腐鸡，来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哦，真的这包很好吃，都没有骨头，谢谢美女，感谢美女，好几包啊，来200，来，最后一包200没有了，全这包上面去了，任务啊，谢谢，100了，我无，一包，两包，好，谢谢，包亏，包我两包咧，包而已。您阿多上工要搁食毛豆上店诶，你五百，真招你。你搁食毛豆，你两百一条，我拢无啊，我直接卖给你。哦，这毛豆拢是侪味啊。噶安尼要放个下，伊变甲冰泉，啊个东西啊，豆豆好，我一箱啦，只个。啊？四包，一次好吃买400哦，一点个果子一点。啊，你这边啊。一人摕600毛豆，300-500，我都卖偌济，你们大家都有看到200了。来两个。我搁一个来吐啊，后壁搁一个上来看。200了，200块，你要买两份啊？敢有？3、4、5、6包，来200，来有人要吃毛豆的吗？200块拢无啊，真心没有了哦。谢谢哦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。来，搁一个100了，好不好？100块。好啊，100。好，谢谢。最后这2包70块，好不好？你若搞买70包，这家洗发上面。去找上面大小姐，你有没有要箱子？哦，谢谢70块，让我升级了，我信了。来，我先玩盖小车哦，干了，就给你。哦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个来。来，我问我的良心，给您建议，干了，我想要给您看一下。我赶快去顾位了啊！你们零钱狂跳，我今天尽量给大家满足各位，让您大家欢喜的。来，你若无金客，你就莫阁客哦。我无要找你钱哦，没有要找你们钱哦。听好，无找你钱哦。几毫克多？上先给钱的先给，15块，然后15块钱就好了。15块，没有拿出来就不要拿了吧。哇，不要拿了，老爷来大点钱，来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。8、9、10，哦，剪掉了，没了，10个够了，没了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来，你有摕15块手举起来，有摕起来手举起来，我看一下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，好，你无唔对，10个够了，谢谢。卖用啊！哪个话，一个人钓两只黑银种？你就个炒饭包水饺，真正有够扯。好啦，来啊，罗阿客来啊，罗鱼哦恁啦，好不好？鲈鱼给大家高兴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边罗鱼菜只要有人知偌济无？至少100起跳啦！感谢你的支持，这么新鲜，15块了，谢谢大家，15了。我即摆你讲话，你钱啊，给你手里哦，拿一些零钱在手上，不然你等一下买不到哦。来，我这边给你收15块，以后就是。是咁啦吧？两人。来，我给你收15块。三个，好，先分两个过来。来，提钱。提钱去啊，直接到分了。大英，你上来一下可以吗？上来点，进起来一下无？来，上提钱还袂提着？还落去无？带钱。来，带钱，谢谢。来，你这先收起来，姐，你这好了。几块好了，收起来，几块好了，几块。七块在你的边啊，七块在你的边啊。哪里？啊，恁敢有要食这个花鲳鱼无？姐，你敢有在买我边？好，我先买先好。这只叫野生花鲳，听好哦，一支刺拢无，位头。你套嘴先过去，伊等足久的啊，套嘴紧来紧去。伊这一支刺拢无哦，位两个烫到家中拢无刺哦。哈，啊，这只无烂，它也没有迄落烂啦。你当然用煎的甲炊两种料理了啊！这只是野生的，这餐厅一只，嘿咯，这餐厅一只炊泡泡子六七条，泡泡子一只炊起250，鱼啊五加鱼啊五偌济？五百。
来，免让你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来升级一下，你三百块，你相信我一届，这只鱼啊，肉都无饲。